题，法水永长流，生命便是慈悲造就生命之美。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乐故施，后必得安乐。供佛在身，上供下施，布施以器，当愿众生所作皆办，具足佛法。现世者，家中父母、六亲眷属，消灾延寿，一切满愿。回向七世父母、往生父母、历代祖先、冤亲债主、流产胎儿、现场所写一切往生牌位有情，同享功德，罪障消除，永离三途，同生净土。那么萨多难三藐三不陀居智难大智塔嗡哲利主利尊提萨婆诃。好，请放掌啊，时时刻刻慈悲。我想各位看电视看新闻一定会看到一些灾难啊或是死亡啊，然后马上把我们意念起来的功德或是随喜的功德回向给他们啊，他们一定可以得到功德，而且呢，三宝的加持力一定可以让他们脱离三恶道。就像刚刚讲了，莲花生大师说，带着我的咒语脱离三恶道。地藏王菩萨说，临命终人死亡者，听到我的菩萨名号，经典咒语一句话，他也可以脱离三恶道。所以我想，每一个佛菩萨，他所有的功德都是为了布施给三途苦众生。但是脱离三恶道只是暂时的，目的就希望他将来能够修学佛法。修学佛法最好的环境呢，西方极乐世界十方诸佛菩萨净土。因为在这个人间呢，这个五浊恶世特别末法，要修学佛法特别困难。就刚刚格西讲了，讲对的人家都记不住，讲错了通通记得很好。这个叫末法。末法就是光明呢你就抓不住，但是黑暗的呢粘得紧紧的。就像你烦恼呢永远都是烦恼，生一念悲心都不容易。这个就是环境嘛。所以能够升起短暂一念的菩提心哪怕是一刹那的菩提心都有无量的功德啊。所以我想那各位就要把握机会这个世间的黑暗特别多，因为黑暗多所以我们就点一盏灯啊，亮一点亮一点。这个灯就是智慧了，所以我想有很多佛的名字都跟灯有关系啊，日夜灯光如来，燃灯如来为什么要特别用灯呢？灯的代表智慧光明特别在黑暗里面，那我们能够升起一刹那的空性因果思维悲心特别各位念佛诵经持咒和力量特别大也像刚刚我们办盂兰盆法会殊不殊胜我那个时候充满正面的光明的随喜的所以各位一定要时时刻刻让自己保持在这样子的状态。所以你在家里一定要有小小的佛堂供花供水供水果，
供香供食物都可以，每天你要喝水要用餐啊，都拿起来供养一下，因为要保持那个状态，随时意念三宝，也随时慈悲众生。那这几年来我教各位放生啊，烟供啊，施食啊，这个也是时时刻刻保持悲心啊，因为慈悲心的功德等于供养所有三宝的功德，慈悲心的消业障最快的方法，时时刻刻如何让自己保持这个状态。不然现在的社会啊，就像有一个妈妈跟我说啊，那小孩子五六岁叫他天天拜佛好高兴啊，吃素很高兴啊，现在十八岁啊都是百货公司去了啊，买漂亮的衣服啊，弄得漂漂亮亮，以为全世界都在看他了，他已经忘了佛法了啊。因为人一有一点小小的条件啊，或是一点钱啊，哎呦他就满足了啊，他就觉得自己有一点骄傲了，每天就在忙着拉头发了啊，每天在忙着怎么穿什么裤子啦，每天要忙着去玩什么电动玩具啊，哎呀妈妈就伤心了。所以这没办法啊，因为这个社会诱惑很重啊，所以各位一定要强迫自己定功课，每天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很强烈的定功课。就像各位刚刚看到这位登江望举仁波切，他的特色啊一看就知道修行人，像不像啊？他就是修行人，他没有别的特色。所以呢，因为他们天天就是在修佛法讲佛法，对不对啊？从六岁训练到现在将近四十岁了，也是为了佛法在做事情啊。那闭关呢，那就整天都在修仪轨啊。那仪轨就是菩提心呢、啊，所以有一点啊，这种精进强迫式的。那因为这样，他要让自己保持一个正法。为什么？因为仁波切嘛，就是代表模范，人的模范啊。他一站出来，当然色拉切请他来，就代表色拉切的表，这个叫模范嘛，榜样。啊，一个佛法塑造的人格。那我想各位一定要让自己要如一直这样训练自己。所以对我来讲，我也是天天参加法会，天天做功德啊。所以啊，别人供养我一定要供养比他多，这我发的愿啊。别人拜佛我要拜，因为就不能让自己呢失去那个法喜啊。那我现在比较好了，每天晚上我就很喜欢看经典，然后呢这么多往生者消灾者一一帮他啊做超度啊，每一个我都念，那就让自己一直保持在啊强迫自己在佛法的思维修行一样啊。就像各位吃饭一样啊，吃的都是素啊，那保持那个喜欢吃素的习惯啊，所以那自己的内心里面就会清净啊，没有烦恼，因为这个叫什么来法喜充满嘛啊。那有佛法呢，你就可以超越世间的一切，也叫转法轮呢 啊这个法轮一转，烦恼就不见了。所以养成习惯啊，就像刚刚仁波切在讲课，那你要很专心啊，因为你要吸收里面的精髓啊，吸收里面的精髓。那各位看经典闻思修要很认真，养成那个法的习惯，那你连呼吸都是佛法，你走到哪里就像佛菩萨一样啊，他成佛了，看到他的形象，念到他名字咒语，他就得到无量功德。那等于佛菩萨的整个生命化成一个愿力，你看到我，听到我名字，听到我的咒语，就可以得到我所有的功德，这就是慈悲嘛。啊，所以各位要养成一个大悲心的习惯了，就是这个世界所有苦难都是你个人的责任。所以为了如此，我一定要很精进啊，因为我们没办法依靠别人呢、啊。就像七十亿个人，只有你一个人在修行啊，七十亿人只有你一个人会念佛持咒。所以这七十亿人的生死轮回，那靠你一个人，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承担啊，责任感，精进。就像各位今天说八关斋戒啊，保持在六念法正念啊，时时刻刻。所以为什么？因为众生太苦了啊。就像你的妈妈在急诊室在正在苦，你的儿子也在急诊室，妈妈也在急诊室啊，那你的内心里面能想什么？你不会为了自己再去玩乐了，我赶快替他们想办法，对不对
啊，能够减低他们无量的痛苦，那何况这么多众生在受苦。在佛教里面讲空性啊，空就是一种连结啊，是一种感恩。空性表现出来是一种感恩。为什么七月份讲了没有爸爸妈妈就没有我们嘛，所以我们要报恩嘛，孝顺月。如果七月份你要去唱歌跳舞做坏事，真不孝。所以七月份就像鬼月一样，这些鬼罗刹就会找你。就像六斋日，六斋日的时候，玉皇大帝调查善恶，你做善事他护持你，然后那些鬼魔又来，你做恶事他抓你。所以为什么要守斋戒？如果你不守斋戒，那也不行啊，恶罗刹就来找你。所以我们在六斋日，各位一定要自己受戒。直到今天是六斋日、十斋日，我今天要保持断恶、断贪欲的状态。今天呢，念佛、念法、念僧。啊，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啊！哪一天你知道了，你才知道说哇，六斋日很恐怖的，啊，也很殊胜的，啊。如果你不懂佛法，那就恐怖了；如果你懂佛法，那加持力特别大，啊。所以我想，那菩萨呢？菩萨是天天都保持那个，啊，分分秒秒都意念的众生的苦跟乐，啊。所以时时刻刻要祈求诸佛菩萨的加持。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个人力量不够啊，但是十方诸佛菩萨的力量很大啊，啊，所以比如说你念华严经啊，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你一个人在读华严经，所有华严诸佛菩萨、祖师大德的力量都给他请过来。那我想各位呢，佛菩萨的愿就是这样，众生念我名字有求于我，我的功德就到。就像那个手机啊，现在有一万只手机，每一个手机都可以接到讯号了。手机有一亿个，一亿个也可以接到讯号了。啊，因为佛菩萨是他的力量是遍一切处，这叫因缘所生法。他已经发这个愿成为因，那你对佛菩萨意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来了。啊，嗡阿嗡班扎咕噜贝玛须德吽，莲师就来加持了。嗡达勒多来多勒梭哈，哦，绿度母来加持了。啊，而且你念一个嗡达勒度达勒度的说法是21个度母，不是一个而已。21个度母，度就是超越痛苦，叫度啊。那我们没有痛苦，那为了众生，那你一定要想办法去培养这个悲心。那为了培养悲心，各位要多去思维痛苦啊，思维生命的痛苦，你才会有出离心。哦呦，生命太苦了啊，这个世间没有一点快乐的。啊，这个世间所有的快乐都是暂时有漏了，就像各位的身体，我们现在能够坐在这边不错呢，对不对？再过10年，坐在轮椅上叫轮椅八关斋戒，坐轮椅的才可以来。啊，再过10年呢，魂木八关斋戒，做骨灰的来参加。啊，那各位你要想好，这个本来就是如此。像我这个我都想好了，随时会死的。啊，随时要准备好啊！所以现在要忙的是什么？现在忙的事情跟解脱生死有关系吗？所以大宝法王最近讲一句话：什么叫修法者、修行者？就是为来世在努力的才叫修行者。你修行还在想说这辈子能够发财、能够好，那你不是修行者，因为你不了解佛法嘛。啊，了解佛法的所做的善恶，都是为了来世，也为了回向给众生。而不是为当下的快乐，所以受八关斋戒叫我们过午不食啊，少欲望啊，不看电视啊，不去等等等等，就是叫你不要执着当下啊。那你要专心的去意念的如何解脱，如何利益众生，这一点要抓的很紧，这个叫保持正念啊，保持正念。不过修行。很重要，如果在华严经，善知识最重要啊！那各位一定要到处花很多时间去亲近善知识。